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请你们去下载这两个范例了。那在我的讲义里面应该有写，就是在我的这个范例下载的位置在这里:GOO.GL/YPZ。那请你注意一下，这个最后面的 R 跟 T，这是大写，只有这两个字母是大写。好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现在你要下载范例，就请你第一件事情点选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接下来麻烦请输入刚刚的网址 :GOO.GL/YPZ/RXT，记住哦，大小写是有差别的。然后 Enter。接下来呢，这边这是今天的日期，你因为了我上课方便，我就不设密码了，其他我都有设密码，因为今天是要给你们去方便使用，你就等一下把它下载，解压缩。好，就请你点范例下载。那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产品观摩？我习惯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上午我做到什么地方，我会把我成品放在这个产品观摩。下午上完课，最后的结果我也会放在产品观摩，提供给该天上课的同学可以了解哦。好，那首先就请你点这个10月18号的范例下载。好，那假设你没有在登录的状态之下，不用登录哦。好，然后请你左上角滑鼠游标移到左上角去点它，点这个下载的图示，还有。第二个就是压缩那个范例的压缩，请你点它。然后就麻烦请你们现在要开始跟着我来去做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下载范例。